到土城高中跟平水道台南海事体育班竞争相当激烈，通过司令台剩下最后100公尺，微微领先一个龙头的哦，是平水道的土城高中。最后入土谁来不晓得，最后70公尺，平水公家也以相当整齐的划桨速度在前进，加油！50公尺，已经进入最后的加速奖，加油！